好，我跑你追。我们开始要来创作我们属于我们自己作品。老师丢第一个议题给你，就是我跑你追。那顾名思义，我们要怎么样？先把老师的题目意思稍微解析一下。什么叫我跑你追？我跑当然要找一个人来跑，让另外一个人来追。所以我们这一个作品里面，你必须找到一个角色来跑，给另外一个角色来追。好，知道这样子的概念之后，我们第一个就来使用 Scratch 的程式来执行它。首先我们已经有一只小猫咪了，那我们可以新增一个什么角色，找谁来追。好，我们找蝙蝠来追好了。好，这有两个角色，一个跑一个追。好，我们让小猫咪跑，让蝙蝠来追。那首先小猫咪怎么跑，如何才能让小猫咪跑，请你先在所有的积木里面看一下每个功能，哪些功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好，我们在这边停一下，你去看一下。好，你看了差不多之后，首先我们来决定小猫咪的程式，它要跑。老师的做法你刚开始可以参考，以后你要创造出属于自己不同的一个积木，答案永远不止只有一个。首先在事件里面，我们棋子按下去开始，通常是指这个，这个按下开始就是这个被点一下。开始之后什么事情，我们最喜欢让电脑重复做一件事情。好，我们人类非常喜欢让电脑重复做一件事情。重复做什么事情？让小猫咪，我们现在是程式是针对小猫咪哦，程式针对它做什么事，往前走好了。好，我们来试试看，点下去小猫咪有没有往前走，有。哎，到这里怎么不动了？因为你只叫小猫咪往前走，并没有告诉它其他的行为，所以电脑有时候是很笨的。那怎么办？你会往下找，往下找，一定有人会找到什么东西。哦，碰到边缘就反弹。原来这边有一个墙壁吧，舞台有一个墙壁吧，他走到墙壁他就停在这里，他不像人那么聪明，碰到墙壁会停下来，还是要转弯，还是要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告诉他碰到边缘就反弹。好，来看一下，哎，有了，可是怪怪的嘞，小猫咪刚才怎么头颠倒啊？请问那应该怎么解决？好，你有找到了解决的方法了吗？ Scratch 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常常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进不如人意，那你就要思考我如何去解决。好，我好不容易我知道让他一直走，可是他为什么头会倒过来呢？好，这是值得去思考的一个好问题。那你可以在所有的积木里面去找到或许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的一个积木。好，那我这边找到一个，在动作类有一个将旋转方向设为左右。哦，原来这里好多啊，还是说不要旋转？你试试看这几个功能，那你把它拉进来再走。哎，它就是只有左右了。那我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做？可以，你找到不一样的解决方式就 OK 了。好，我设不要旋转呢。诶，它变成倒着走了，好好玩。好，它变成倒着走，所以有不同的效果，你去试。
同一个积木现在有三种可以选项，有些积木只有一个可以做，所以好，我们先完成了这一个，让一个小猫咪左右跑。那如果你换一个方式来讲，你需要它上下左右转，有哪个可以用？接下来就请你自己完成。你有没有注意到老师把画面拉到哪里？如果我要它转这里，是不是它可以转？那怎么做才可以让它转？这个动作就交给你去想一下。